要你在游戏当中，使用深渊巨口还是排位赛？你刚开呀？去混把大乱斗去吧。也行哈，是吧？你先去大乱斗一下。啊，我最不想看到的人物是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。点击左侧录制按钮，即可开始录制本局比赛。来，开始了啊！对，我好没改技能，全是技能，对不对？希望是你们有缘就行了，不用别的。对面的阵容也挺华丽的。但是后期是打不过我的。他比设计图还强。今天放假了，有人要死。这不傻逼吗？哟。
你那手都太长了。有点亮Double kill。别虎，别虎，哎，这龟龟。不救我，六六六，我的妈呀，这波团灭了。我六级就无杀。我六他妈的呀，他给我抢了啊。我操你妈，这龙龟是不是傻逼啊？纯送啊，纯是送啊，他连肉都算不上啊，就是送啊。疼不疼？
过去，我打的会输的。哦哦哦，他妈，我一个大控五个人，这帮人都干不死，我都服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出个，看下出个金身还是有必要的。不能再让他过了，再锤塔的话就一会儿塔没你妈的！你先操你妈的！气死我了！伤我人头啊！抢我人头啊！妈，这个兰博玩的也不行。
这都不敢追。完了，没 Q 上 ，Q 秃了的。太次了，这个，操你妈，一杠十一，对。哦，你妈的，哎呀！去找死！不傻，不知道送死啊！没打，不打他。哎呀哎呀，丢人了，失误，你让他去死。顺秒
开始送我，又开始送我。说啥好？少人啊！太多了，五杠五杠的，哎呀，我的天！可以啊，可以。啊，这个啊，我是无力吐槽啊。你完事没呢？